大家好，我是演员朱一龙。看到过的最扎心的一次。你可能不适合做演员，我心里冷笑了一声，说我可以。就看见大家很喜欢我的话，我会很感动，我会觉得哇，大家喜欢我。但我有点想，那可能这辈子有这么一次就可以了，就是感受一下就可以了。我想一直演，但如果大家都不愿意看了，大家不喜欢看了，我就去转去做幕后。那我就一直演，一直演。没有谁是。特别是像我这种，没有谁会是一直是处在一个大家就是很热烈的喜欢你的这样一个状态。特别是我，不过我感觉今天就是发生的很多事情对我来说像个礼物一样，确实也像一个礼物一样，所以我还挺珍视这份礼物的。所以，就是大家现在喜欢你，我希望就自己后面做的事情能对得起大家的喜欢。如果这世界复杂虚假。小笼包他们这么疯狂的表白吗？喜欢。所以我要我们在一起。看到之后就特别感动，然后我觉得更加让我坚定，然后坚信，哇，要努力才行。就是这么长时间，我发自内心的，我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真的，你们让我有更多的选择，然后可以想更清楚自己需要去干什么，需要去做什么，所以我会以最好的状态、更好的作品来回馈你们，我会继续加油，然后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并肩前行，谢谢你们。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必须得去做的一个事情，因为那么多喜欢你的观众，除了你提供的作品之外，还经常能去回馈一下喜欢你的人。如果这世界